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大炮，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一把比赛，是来自我们斯巴利打星期一的剑会的一个比赛。这边的话也是研究出来一个新阵容啊，以前的话都是打两个宁波一个斯托尼，现在打两个斯托尼一个宁波城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精彩的一个表现。对面的话应该也是一个，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队啊，反正对面也是一个剑会队，反正剑会这个机制的话，就是说两个队伍能匹配的话，应该分段差的不是特别高。这边的话，虎阵极限大克对面的一个风筝啊，好吧，上海小牛局的斯陀，踏破一切无名的斯陀，这两个斯陀都是16+11的一个斯陀拧啊，然后的话硬件也是特别好，150万以上的一个斯陀拧，对面的话直接走飞机，对面的话小死丸挂对面的一个宁波城，对面是宁波城，魔丸在加斯陀拧的一个阵容，然后的话把斯陀拧放在一个速度位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 PK， 看一下斯巴蒂会不会直接起真菌啊。我就想看斯巴利起真菌，兄弟们，虎头瑞起真菌，真的兄弟，那感觉不一样啊。这边的话，地府有医术，有慈寒的机会，化身是一个武术啊，化身没有抢速度，地府抢的速度，好吧。这边的话，地府比对面的一个风筝速度位的单位还要快啊，所以说呢，就能够看得出来，这边的话手握一把慈寒的一个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怎么操作，观战番开局，斯多拧用飞机。虎阵大克侧翼位的斯多尼，我们来看一下三嗨怎么样，3000-4000的飞还可以，主要是看一下虎头位，对吧，斯巴利这一个宁波城的这个三嗨，哦，宁波城直接走翻江，那应该开局的话，开局的话这边是走了3把飞机，哇啊，虎头位这三嗨，我操，5000-5000起刀，真的7000，嘣，还有个斯多尼没飞机，兄弟们，还有个斯多尼没有飞机，超级飞机气血不够，超飞的话打不了这么多血量，气血不够，超飞打不了这么多血量，不过观战番的话地府有医术啊，地府有医术，下一波地府的话可以抓，可以换顺法都可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波地府的话 OK 应该摆，哦，这边的话宝宝高年高地触发死亡召唤，并没有一回合神三次，直接倒地一回合全打崩，兄弟们，真的。那地府的话应该会给对面来一把笑里藏刀了，我感觉啊。一回合，我能不能留一个人？哇，一回合，兄弟们，怎么太残酷了？除了隐身单位之外，全翘，兄弟们。我跟你说，在绝对的硬件实力面前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，一回合全翘，兄弟们。就宝宝有高隐身，没有办法。真的，对吧？同等的1175的一个对局，观战番一回合把对面全打崩了。OK， 观战番的宝宝兄弟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有林中鸟，有四血追击，高年高币的一些宝宝。对面的话拉起来准备要自寒，这边的话直接接他一把笑里藏刀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操作啊，接笑里藏刀是最稳的。为什么稳呢？因为他如果说有些兄弟说，对吧，对面拉起来就这么多血，对吧，我直接换顺法或者地府手抓没有用过，我直接去抓，对吧，抓的话对面一般三攻啊都喜欢带163或者是神佑武器，对吧，万一对面一把神佑，咱们先不说比赛能不能翻盘，那就会给游戏增加一个难度，对吧，所以说笑里藏刀是最稳的。对面的话也很聪明，拉起来偷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，偷了一个酒之外的话，这边神马的话给对面的一个人物喂了一个武农丹，防止这种小死丸。不过观战番有医术，你是不可能可以吃的，对吧？观战番有医术的情况下面，你是不能吃出来的。除了观战番地府没有愤怒，没有愤怒可以丢无魂嘛，对不对？比赛三回合，对面我们来看一下，龟速继续拉斯多尼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观战番。闪凡慈寒对面的话能破解这个局面的话，我教兄弟们一招怎么破解，就对面如果说有两个龟速宝宝能同时拉人的话，对面是有机会可以破解的，一个龟速宝宝拉斯多尼，斯多尼直接现形现地府，一个龟速宝宝拉这个叫做大鸟的兄弟偷酒慈寒，对吧，被斯多尼现形封中的单位也是不可以用特技的，就所以说的话对面得酸拉才行，对吧，一个拉现形，一个拉慈寒才可以，就这样的话能够破解，就除此之外没有办法能破解，好吧。OK， 比赛第4回合，那
也欢迎兄弟们收看这一期的一个见会的一个解说。喜欢炮哥的视频，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，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支持。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对吧？一回合十八粒打崩对面，真的猛烈，兄弟们猛烈，就是两个字猛烈。连环击新宝宝，比赛结束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把 PK， 下一把 PK 会不会起真菌啊？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个，不是这一把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个十八粒起真菌的。好久没有看过十八粒起真菌了，这种十六回合的就不要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三回合，尼摩城会不会起真菌？三回合没有起，再看一下五回合，起真菌就看一下，不起真菌没啥意思了。陆浩没有起真菌，七回合，七回合也是没有起真菌。昨天珍宝阁的比赛星，珍宝阁咋的？怎么说？珍宝阁有什么好看的比赛吗，兄弟？珍宝阁，珍宝阁昨天没有打，珍宝阁不怎么喜欢打，兄弟们。珍宝阁昨天没见会，昨天是周二，只能看周一的。周一紫禁城好像也没有打见会。对面有啥阵容？紫禁城也没有打见会。现在很多服务器都不太喜欢打，你懂吧？